理论上来，各位见证奇迹的时刻哦！这个水是试验池的水，出来了吗？好，那今天带了一个高档滤水器上来，我们要试验试验池的水过滤之后出来会不会是透明的。刚才的水已经都弄出来了呀，现在的水全部都是试验池的。好，现在水里面滤水器里面水是肮脏的哦。我要先倒在锅子里面看一下。啊，也可以啊，来拿一个锅子 demo 一下。过来。好了，来了来。好，红哥。这样够不够？够。可以啊，你去看一下。demo。好，停。来，答案要揭晓咯，看看水出来是黑的还是白的。先拨开，先拨开，黄色先拨开，用力一点，那很紧。哇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看到了没有？试验池的水变成矿泉水了。哇，果然是高档的滤水器，感谢大头跟祥富赞助买了滤水器，然后又背这么重的滤水器上来，大家喝了。哇，实在太神奇了！杰克真的是很神奇。所以等一下，小布会表演声音吗？声音，你煮下吧。哇，看得我都想去买一个了，怎么办？你这种最高段的劝败，就是连话都不用讲，直接做给你看。哥是说看一下这个水，买这个应该比不过你的那个多轴。哇，这个比较实用啊，多轴能吃去啊。多轴抵十，那个多轴那个多轴不能吃啊。拆一组就可以买了。这个速度会不会太慢啊？还好，我觉得不会、欸，没有你可能加太少吧，因为我看他在用的时候，他打气打十次。哦，我没有打那么多，想说够。来，换我来打看看。行。不然下一个给那个、给树林哥。你一桶呀！哇，这个水实在是太干净啦！好，收起来了。好，来对照一下过滤前、过滤后。哇，看到了没有？一个是黑的，一个是透明的。哎，树林哥，太厉害啦！好，感谢大头跟祥富喽。感谢啦，感谢啦，感谢啦！以上是试验池实况报道，360度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拜拜，明天够操喽。